有强家，系啊，碌 Sir， 有个 OL 嘅，对唔住老母，个受害人喺嗰边啊，碌 Sir。啊，着得越斯文嗰啲就越猖狂，嗰啲人见你低低地啊，就搏你懵噶啦。朱宝先同佢倾系嘛？我讲真嘅，唔该你正视下呢个问题啦。多谢晒你意见，拜拜。我而家要改变。我今天发表的政纲都差不多，你哋做咩疑问呢？咦，李生嚟？啊，李生，咁你又点睇啊？咪有得咧，男人喺大陆包二奶咯。连你都觉得我有病？我唔系咩意思，不过你每日受嘅压力咁大，小心身体会好啲嘅。谂住翻嚟香港发展啊？系翻嚟医好你嘅病。我生理需要会多过心理需要。咁你仲记得我哋以前浪漫嘅嘢？鼻血。喂喂，冇啦，迟翻嚟啊！我煮多个茶啦，佢出。去咯。你真系掂啊，连呢只嗰个大色狼。生得咁大做咩啫？好麻烦噶喎！阿王 Sir 唔好咁嘈。如果呢，我话俾你听，我哋有足够嘅证据起诉呢衣冠禽兽。请你，李志信先生会被定罪，系好多市民关注嘅问题。佢会唔会好似美国总统克林？攞证据出嚟啊！结果显示，有超过90%嘅香港人都认为李志信系清白。不会有结果噶。人所牵涉嘅一般风化案，我哋可以提供无限嘅人事同现金。个眼金金咁望住个法官啦，唔通你犯就冇罪啦咩？任何做亏心事嘅人，特别有兴趣，我好有信心，一定可以将佢引出嚟。咁又系嘅，你会损失更大。